所以今天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两位好朋友，一起跟你们去游玩，让我们欢迎他们登场。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！哇！好久不见！好久不见！好久不见！会不会跳？哎，来，到我，干我！哎哎！ OK吗？Yes, OK. 来，我给大家公布一下今天的规则啊。 今天旅行结束之后，大家会享受一顿丰盛的农家宴。对，在旅行的过程中，每个环节我们将会给出一道食材。如果你们任务挑战成功，那么这道菜就是由当地有名的厨师来烹饪。哦。如果任务挑战失败，那么晚上这道菜要由菜导游来给大家做。我来做。是的。啊。 兄弟们，你们完了，今天晚上吃不下去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哎，我也想尝尝。他做饭咱真得完成，对，不敢吃。那让我们走进自然，拥抱万物复苏的春天。现在我们将乘车前往温州有家，大家出发吧。温饱了，温饱。